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型投资。大盘指数呢，从上个礼拜二右脚的一个发动点到今天为止涨了300多点了。那从盘势的一个架构来分析，大家很清楚，连续涨了4天了。那到底投票你主流有没有抓对啦？你不要赚的指数赔的价差。这波盘势的一个发展结构，在上个礼拜二礼拜三，我们告诉你7761，我还是强调生技是目前的主流之一啦。现在大盘指数连续动了4天嘛，盘好不好你自己去看嘛。最悲观的一个时候，告诉你生技股是目前当代的一个主流嘛，你自己去看一下，大盘指数涨了300点嘛，没有过前波高，生技类股的一个指数有没有过高？不仅过高，还是一个波段高。强势类股的一个走势一定领先大盘，所以昨天你也会看到立法院一则蛮不错的利多消息嘛。我们的王金平院长打包票，2类医才纳入生技的一个条例，这个会期会三读通过。9月2日嘛，昨天嘛，立法院长王金平出席生医产业总评的一个记者会，他表示啊，2类医才，第二类的医才纳入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本届会期将会通过。所以只要这一个条例一通过之后，对2类医材的一个租税马上有减免的一个效果，你不觉得这个期待性相当的高吗？既然具有期待值的可能性，有低点2类医材相关个股是你布局的一个重心。其实9月2日，昨天这一则利多消息，我在8月22日我就告诉你，势在必行。当时8月底，9月2日说会共同召开记者会嘛，行政立法两院嘛，要扩大租税的减免，2类医材100家以上的一个生技将受惠。所以昨天的利多消息，只是把之前的一个消息面做一个延伸啦。如果你再往前一推，这次2类医材的一个租税降免，跟台立药师合作协议有没有联动性关系？7月15日，国对国的一个药师合作协议。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个生技，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构相当扎实。从对日本对外的关系，以及国内自己本身条例的一个通过，你不觉得今年度你说它是生技的起飞年不为过吗？今年度政府预计加码57亿在生技类股，起飞年。今天生技类股指数真的再度的创下波段新高，侧标告诉你，这礼拜唐联3成，两波段的累计报酬率将近60%，很多档的生技股一再的一个创波段高。邦特昨天不是创波段高吗？唐联一样啊，创波段高啊，4162的智勤一样，不仅波段高，还是历史新高。历史新高代表之前你任何一天投资智勤的、唐联的，你都赚钱啊！上档无反压，下档有支撑，来到支撑一样可以买。这是我们对于生技，今年度的一个期待啦。那因为政策面的一个加持，以及对外的一个协议的一个合作方式，对不管是新药还是医材的类股，一定是现在的当代主流。所以智勤，我们在8月23日，跟你分析过，为什么外资大买？不仅今年度的权利金对 EPS 溢注高达7.5元，明年度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权利金5000万美金溢注 EPS 的高达15块钱，我也是跟你说，知道未来会发生不错的基本面的利多，那有低点发动点，你就要跟我做切入。我们给你的买点相当精彩，上个礼拜五，智勤有没有带你买？买完之后外资持续性的一个大买，所以智勤发动就买进去，对，买在198以下嘛，
很老承接了啊，讯息你都看过了。八月二三号礼拜五买完之后，是不是第二根涨停？全波高一定会过，所以二七号黑 K 棒压回不用怕，这是一个加码点。加码完之后有没有再度涨停攻新高？我说前波高会过，有没有过给你看？一个礼拜四根涨停之后呢？八月三十号来到历史新高250，压回可低接，这是我的看法。看好才告诉你压回可以低接嘛，所以每次的黑 K 棒回档修正，你不晓得如何处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盘中讯息给你一个操作经理相当的一个肯定，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假设法的语气，买就是买，加码就加码，获利调节就是获利调节，所以对于智勤这档股票来到250，我说压回可以低接，礼拜是不是红 K 棒又大涨？主流的个股压回都可以买，这是昨天的分析，所以整个一个智勤压回，它目前顶多是一个强势整理，那强势整理的架构，你要懂得伺机做介入，你要明白它整理架构当中，它的修正、它的压回到底是短波还是中波嘛？你要懂得把握住切入点呐、啊。因为强势性的一个脉动的股票，有低点有跌下来，都是你布局上车的机会，好不好？一个礼拜可以赚三成啊！股价来到波段新高，你觉得生技股是不是主流？唐联从7月15号告诉你台日药师合作协议的受惠股呢，右脚买点，跟你讲，26号涨上去之后回档，回这颈线的买点，邀请你。任何一次的压回动作，我们分析的相当细腻呢。对，两次的买点上去之后，填权息那一天。8月8号父亲节有卖掉，下来103、101再买，对，8月23号啊，有没有告诉你即将大涨了，小涨变大涨，下来你有没有买？上礼拜二的一个长黑啊，达到101块钱，回档完之后就会再上的股票，这都是买点呐、啊。我分析的相当透彻，我也不怕你赚，就怕你不敢跟呐、啊。所以对于我们那个资讯，你觉得有没有价值？从台日药师合作到深策会的一个即将举行，政策面一再一个做多，你的感觉，你会担心吗？政府替你背书，今年度预计要加码57亿，起飞年的一个生技内股的一个蓬勃发展，不是只有一档，所以我们全面的撒网，生技内股可以赚的，我尽量带会员赚。不管是新药还是2类医材的，所以下来知道会上当然要买啊。27号嘛，买完之后隔天你看一下开始大涨，你看一下上礼拜三大涨之后，礼拜四涨停，我一再跟你看讯息，都续报，对，上礼拜五一样再度的攻涨停，续报，对，我都没有卖，所以礼拜一样攻涨停，续报卖点等通知。赚了几趴？赚了52%，到今天为止来到133%，累计的两次报酬率大概将近六成呢。我们从头到尾赚到底。今天有一则不错的利多消息，唐联要跟三菱瓦斯化学签约合作啦，对卵巢癌的一个新药。签订一个合作的一个备忘录啦，利多消息出来嘛，之前就跟你分享过了啦，分享过什么？日本大总当时候也是技术授权跟唐联的关系，那入股之后是不是有利多？利多消息见报，我当时候109有卖，对，两根涨停板嘛卖，下来103再把它接回嘛，原本的技术授权变成入股。那三菱瓦斯化学呢？今天呢，要跟唐联签约合作嘛，有利多消息。那短线上一个礼拜又涨了30%嘛，获利下车减码，好不好？今天盘中讯息9:38，告诉会员，唐联在129以上先获利减码，9:38，9:46，131，129以上
当然都可以顺利成交，大概可以卖在130附近。卖完之后，股票回档下来，尾盘124。所以我们一个操作的一个进出两阶段，右脚买点，回撤颈线买点，除权息之后的填权息减码下来 ，ABC 波的一个修正103，把它接回，连续大涨五天。上礼拜我没有一天告诉你要卖，今天有利多，正乖离又过大，今天下车，我今天做了下车动作，先减码一下啦，好不好？今天9:38告诉会员，唐联129以上先获利减码，46分大概在131嘛，所以可以卖在130附近。尾盘掉下来嘛，要不要接回？讯息会给会员你充分的交代哦，不用急。该接回的一个时机，讯息发给你，你照讯息来动作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布局的一个方向，有没有把会员的资金布局到当代的主流？大盘涨了300多点嘛，从上个礼拜二、礼拜三，好不好？这右脚嘛，双底的右脚，你现在终于看得很清楚嘛。当时候呢，我在跟你分析电子生技是双主流。你有没有照着讯息来动作？所以对台微体这张股票，三大药厂跟他合作，三大明星药物是他的一个金鸡母嘛？台微体啊，23号就跟你分析了。所以当股价27号长黑下压取量，好事情啊，要懂得在310买进，买完之后连涨两天，赚了33块钱。我说过我还要再买，还没有涨完嘛。礼拜打下来是你的机会，你有没有把握住我给你赚钱机会？今天一个台微体表现不错，来到350了，短波高了，安内有40块不？安内有40块不？亲爱的观众，当时我打到310，告诉你下压取量是一件好事情。今天已经来到343了，最高350了，要赚30-40块钱。困难吗？买对主流，你的个股表现一定比大盘亮丽嘛。大盘，家己去看，还没过前波高。生技类股的一个指数领先大盘一再走高啊，这米主流，我这下面啊，主流很明显啊，还可不可以再买？所以对于现在，如果你对你的一个资金还不晓得如何规划的，那今天还是一样啊。二类医材的相关个股，免费的赠送给忠实的观众了。如果你想要对二类医材的相关个股这一份资讯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选股方向，今天一样，最后一天开放让你来索取，好好的把电话拨通，耐心等候一下，资料一定会送到你手中。休息啊，再回到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张飞，我喜欢骑哈雷，玩风帆，打高尔夫，整个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跟大家郑重推荐淡水最优质的个案，驾骑人生，乐活成真，鸿盛新世界2，您一定要来看看。2622-6888，鸿盛建设，信义代销。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 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超越
阅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02-2578-3777，亚洲投顾02-2578-3777，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头痛，请用五分钟。爸爸，欧派亲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实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有了欧派亲密窗。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吹气听，先用气听五分钟。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你跟我操作大力光，你觉得好不好赚？一个礼拜超过50块钱的一个价差。每一个阶段，大力光给你报酬率，你自己去算一下。从去年度的10月底到上一个阶段，累计的报酬率将近1100块钱呐、啊。那今天当然又再度的累积我们的一个获利的空间，好吧？大力光支撑压力在哪里？27号杀下来，缺口是支撑，逢低做买进。28号1000块钱有没有带你买？28号的讯息，大力光，1000块钱买。到昨天涨到1040，我说今天是第5天的关键性的转折，黑 K 棒是短压没有错，哦，所以今天那个短压有没有过？盘中有过，但是很可惜量能没有跟上，所以今天我选择获利卖出。量价形态决定买卖点。之前分析的相当清楚，所以今天的一个大力光10:01左右告诉面大力光，虽然有过8月27号的长黑高点了，就这一根的高点有过，但是量能没有跟上，在1055获利减码1055块钱呢，10:01，10:02还在1055，而且外盘价是1060，所以一定卖得掉。顺利的成交了，那尾盘稍微修正来到1050了，所以你看到整一个操作一个礼拜的时间，从带进到带出55块又赚到啊，1093再加55块钱，超过1100块钱，股王的一个架构，掌握住他那个筹码跟形态，要赚取他的利润，真的是垂手可得了，哦，真好赚啊，今天啊 ，TPK。昨天告诉你，注意这2道反压，蓝色圈圈的。那今天股价虽然回档了，那我认为至少第一道反压会来，啊，这是我的看法。哦，好人要做到底啦，哦，尽量讲清楚给你知道啦。你像可成，我讲的清不清楚？如果我讲的你还听不懂，至少我画得很漂亮吧。可成不管它怎么跌怎么涨。那种波动循环的一个架构，我怎么画出它的蓝图？7月2号，可成来到160，多空转换线站不上，要卖，不卖它会下来，下来到135，要买的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买？我们规划它会跌到130左右，真的，真的，家己去看，画给你看。140没有卖，真的会来到130，最低129，每次卖点都命中，每次的空点都命中，哦，所以当它倒状止跌，可不买，买完之后来到这边是短压，我说要卖，不然会下。20号再提醒你一遍，会下，来到这边开始做多。28号有没有告诉你不要再做空了？不要再做空了，有没有告诉你？不要再做空，这边是买点，这边是买点。上礼拜三呢，礼拜四除夕
当天大涨3.5块。今天的可成拉出一根中长红，我画的有没有比说的好？我画的很清楚，你照我规划的蓝图在做，你那种地基的稳固，给你报酬率相当正面。这不是轻财为，该怎么卖，该怎么买，该怎么卖，这都是画给你看的。所以对可成今天股价拉出中长红，恭喜青睐的一个观众了哈，还是要谢谢你们的支持。繁衍圈子创破段新高，哎，漂不漂亮嘛？你赶紧看啊！我画的有没有比说的好？对不对？今天的一个质疑有压回啦，那你会担心吗？上礼拜五我说短压会过，所以当天盘中市价买进，上礼拜五的一个讯息动作，买完之后尾盘收最高。礼拜一继续的大涨，我说前波高一定会过，量先价行。今天压回那就不用怕啦，怕什么？你要的是波段行情，哎，是不是完整的波段？要不要有人来带？不管是我目前操作电子股，还是当道的主流的一个生技股，都是赶快啦。你看一下义泰，8月19号有没有告诉你先下再上？20号有没有下？下也是你的机会。有没有上？上礼拜规划细月波的修正还会再涨，细月波修正完之后有没有？这边呢、啊？是不是上？所以义泰这张股票它是慢慢垫高的格局啦，医材类股的、啊，是不是？另外一档医材类股的是邦特啊。昨天赚了14%，先减码嘛，创新高很好卖，对。昨天那个邦特盘中10点先卖一下，53块钱，尾盘杀到51.9。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我就很想接回来的了，对不对？今天呢就把它接回来啊。昨天减码，今天接回，这个叫价差操作。今天在平盘以下很好买进，很好买啦。所以对于目前政策在背书的主流的生技股，你不要再错失了。我们在7月中旬有跟你分析过一档股票，这档股票你应该知道是哪一档啦，战备疫苗的嘛 ，H7N9 嘛，基亚啦，7月19号打底完成。这张股票打底的相当艰辛，为什么？一再反复打底，一再再洗盘。7月19号。你加，再打底一次，再上来。今天上去刚好是第8天的转折，刚好又是发动点，所以今天可以做介入。基亚今天第8天转折，股价打不下来，空手者直接试价买9.05分。早盘9.05分，大概在平板附近188、189，直接试价买，这要发动点的一个买进位置。买完之后往上急冲攻涨停，所以对这种反复打底的生技类股，它给你的行情当然不是只有一小段。今天的发动点你跟我现买一样可以现攻涨停，何乐而不为？另外一档生技类股今天一样创下波段新高，哪一档？上礼拜是告诉你的范东洋集团的生技股承德，4123承德领先大盘过高，一定会再过高。上礼拜五也会继续大涨，昨天礼拜一还是涨不停，再创新高。今天承德一样51.5块了，来到波段高啦。那公开让你知道，不希望你乱追，有下来来到支撑我会带你买，这是我的分析嘛。承德啦，哦，承德啦，转投资自请的，成本11块钱，潜在力高达2个股本呢、啊，那也还有另外2档生技类股跟大陆的商机有关系。8月29号告诉你，李克强顾健康，商机上看2兆人民币。相关的医药跟医材类股，今天有2档个股，我希望你能带回去，我希望你直接照着我给你资讯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布局大陆商机的。生技类股一档跟食药集团签订新药的合作意向书，
从成交量来看，刚发动而已，跟大陆商机有关系。另外一档二类医材的血压计个股，大陆前三大的一个系统厂商跟他有合作的关系，股价一样刚开始发动。你认为这两档股票给你利润只有一天吗？基亚今天盘中攻涨停只有一天吗？智勤是跟涨停板之后，未来还有没有是跟涨停板？唐联所给你获利高达60%，这不是波段性的主流类股吗？所以这两档跟大陆医材医药有关系的强势性个股，我希望你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布局，因为刚开始发动而已，刚开始发动就是你那个进场点嘛。那另外，如果你对二类医材的相关个股这一份资讯，你觉得对你操作有帮助的，你也不用客气，耐心等待我们的助理传资料给你啦。因为昨天来电的一个电话蛮多的，今天如果你想要这一份二类医材相关个股详细资料，投资秒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线上助理做个咨询的一个动作其实我也很期待欢迎投资秒你那个加入啦，直接来跟我操作，我相信我们给你获利现在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欢迎你的加入，也欢迎你的洽询，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装富都新旁巨擘造镇计划，紧邻大台北水岸公园，周子阳重化区领涨指标，预约2年后的荣景，捷运生态水岸宅，苏黎世8295-0033。有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 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 02-2578-3777